哦，这期好，歹势歹势，好，真开始。啊，这场较特别，这场开始，我这场我是用台语讲啊，我变烦恼，我后壁的迄有写中文字。啊，这 PowerPoint 图吼，我已经放伫迄讲笔顶悬啊，所以讲，若是迄有需要参考的人，会使去以前笔顶悬啊，甲伊点落哦，啊就会出现这连接啊。拄啊几场有介绍维基设计的编辑，啊，甲拄啊迄场的艺术空间的这构画，所以这部分我就免阁详细讲。我想要要分享的是讲地方学社群的经验分享，甲地方学甲伫迄维基设计顶端的应用。啊，若是有时间再开放迄个大家来讨论，啊，若是无就是。结束的时阵再到外口去讨论。啊，我好，哦，好，你走一下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这题目。我今仔日要分享的题目，就是讲微基数据地方大众学啊，专题社群经验分享。啊，我是朱廷宏。啊，我是微基 data 台湾吼大众地方学专题社群的主持人。啊，我这是我的这经验甲小解啊，上重要的是后壁这句，我是在地大中人，所以哦，我要来讲告予大家听呢。啊，这倒边是中文，啊，正边是台文，哦，这是我今仔日要分享的这outline。啊，这就是讲我的。甲大家小解一下咱社群的迄状况，啊，搁来就是分享着台中旧城的历史甲文化资产，啊，搁有台中新社考察团甲迄 Open Street Map， 就是台湾地图的部分。啊，搁有迄维基百科的迄编辑的工具的小解，啊，搁有地方学资料的结构化。好，啊，这我先来小解一下，为什么当初会成立这个专题社群？这其实就是维基底它第一个主题型的编辑一个。啊，这是伫旧年的时阵，伫 CosCup， 旧年的 CosCup 有一个台语专场。啊，迄时阵甲文玉在伫 Alan 伫遐讨论。啊，拄啊好讨，即行路的时阵拄啊好，讲到这地方学的物件，啊，大家嘛有兴趣，啊，尾啊吼，渐渐讨论以后啊，有兴趣啊，咱来成立这个社专题社群。哦，啊，这是咱活动的部分。因为迄Wikidata 顶端吼，真济物件，像迄地理的部分，就是爱串去 OpenStreetMap 顶端，所以讲我就是即个真济迄一个月一届的，迄就是咱会甲 OpenStreetMap 合作，这是 Wikidata 的部分。啊，上条咱从即时阵开始。第一届考察团是去台中新社，啊，台中新社，啊，这等下甲各位小解。哦，啊，佫有这拄啊有小解过迄艺术空间的部分，啊，这咱每一个月拢有一届安尼。啊，佫有咱嘛有参与迄关的 GLAM 的计划。哦，啊，咱顶一届的顶个月的时阵，咱去迄台中的新埔厂遐、新埔所遐，就是古早的跟那迄怪歹人的所在嘛，吼。好，啊，这是咱有一挂计划嘛，是甲因为是迄维基 data 的迄。专题的社群，所以讲有真侪计会甲迄 Wikidata 是做伙，所以讲咱这是维基爱地球的部分。啊，迄时阵就是有去兴讲，像台中迄就是高美术地迄迄种所在啊，咱就兴一挂相片啊，传，迄个传去你迄
วิกิมีเดียเตียงกวนอะก็เจกูเรมกูเรมูช่องเตียงจะสีโตสู้กว้านอ่ะพบบูกว้านพ่อหลังตังหลังก้อนอะเจตัวก้องเกยจะสีกูนี้อยู่จิตเตียงจะสีข้อสุขภูเตียงนี้จะไหลไทยกัง所以讲今仔日拢会用台语甲各位消解。啊，佫有讲吼，最近咱伫推广即在语言，所以讲咱伫迄维基的副议长顶管，咱迄最近有一个新的计划，就是台语的计划。好，啊，这是讲新北市有一个地方较要专题，就可能啊，台中市嘛是有一个。啊，不过方向无啥同，对，即新北市遐是三街，遐是伊地方志的部分，啊，咱台中的部分就是讲，去行啊，去欣赏，去考察，啊，搁整理一挂资料安尼。啊，先小解一个台中的地名是安怎来的？这是清帝时阵，本来迄时阵叫做台湾关，后来安怎变？台湾县，所以讲迄时阵省城是伫迄即卖台中公园内底，所以这就是即卖嘛是会使看到，就是安尼。迄即卖，毋过即卖名改名啊，叫做万万叶叶亭安尼。啊，佮有这迄时阵叫做台湾府，就是讲你要考试的时阵，你免走去迄走去北京。你嘛免走去福建，你走去倒位台湾府的这考试的所在啦吼。啊，这伫共产党的时阵，十一月十七日的时阵，已经变作一个市定的告知。到台中后来日治的时代的时阵，吼，就当一开始是台中州。啊，尾也变作台中市、台中市甲台中县吼、啊，到尾也就是即马变作台中市，真一只是台中市、台中县分开，但是到尾也合作会变作台中市。啊，像迄古早的时阵，就有一个计划，就是都市计划，啊，伊的名一直改吼、啊，这就是都市计划了，伊就是甲这变作讲一家一家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较好去管理，嘛是迄、那個、古早叫做啥物丁，啥物丁，古早毋是叫做啥物路嘛，啊，啥物路就变啥物通，啥物通，啥物通，啊，啥物丁，丁就是一家一家，一个一区一区安尼一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哦，咱迄时阵台中州的时阵，诶，台中市的地图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咱迄时阵有去台中神社考察团，啊，第一代的台中神社是伫个卡遮，就是台中即卖台中公园遐，啊，迄台中公园遐，迄时阵叫做台中州台中市，迄时阵叫新高顶184万地，啊，后来算，迄时阵是管辖，啊，后来走去第二代的时阵走去遮。嘛是新高顶，但是141万地，啊，就是走去咱顶届考察团的所在，遮即马是孔庙啊、救国团啊，佮有宗教处啊，佮迄双国中，就是即马迄个所在。啊，咱顶届有去遐考察，啊，伊个对面就是有水源地，即马自来水厂佮放散桥。放送桥就是古早伫放迄拉低哦的广播电台啦，然后叫做放送桥。啊，下骹这是即卖叫做台湾体育大学，啊，遮就是当然是体育场，但是这后壁遮是台，迄时阵是台中铺路，台中铺路这是迄时阵的念法啦，啊，就是游泳，即卖就叫做游泳池，就是即卖变作迄。即马嘛是一个大学的游泳池啦，啊，刷来就是大家拢知影，遮有一个台中一中，吼、哦，即啊，迄时阵叫做第一中学校，迄时阵叫做小学校、中学校，安尼高中学校，啊，啥物帝国大学安尼，啊，过来遮，即
即个就是台中一中阁刷落来遮，即卖叫做台中科技大学。台中科技大学的就是台，迄时阵叫做台中商业。哦啊，上奇怪是这哦，台中公园对面古早是迄殡仪馆。啊，刷来是这個。这可能大家拢知影，这是第二企业。啊，这嘛是第二信用。啊，第二信用古早叫做台中西站信用组合。古早就是啥物组合？啊，台中企业这，第二企业这吼，这伊生了较特别，伊有一个这，伊个哦，咱来看卖。哦，即卖也保存起来对无？啊，内底咱会使来看，遮一条、两条、三条安尼接做伙，中一个迄中心安尼，啊，佫有这是新附近的新城高等小学校。甚物是高等的小学校？就是即初中佮国学啊。做伙合作伙，啊，即马叫做功夫国小，功夫国小。哦，安尼，好。啊，刷来是遮，这边叫做干城顶，吼、哦，干城顶。啊，这台中公会堂的部分，即马变做迄个位，就是叫做自由路的这立体的停车场。啊，遮现兵队即马嘛是伫遮差不多。啊，过来遮是台中站。迄古早若是要对迄叫做台中新社啊，甲要去迄就是要去，就是讲要去对台中公园，就是要去台中新社遐啊，嘛是会使坐的。虽然真近，啊，毋过古早的巴士吼，就是迄公车。发展甲真好，所以讲，哦嘛，拢会使坐个到位。啊，像台中站遮嘛是会使。啊，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件真奇怪个代志。啊，有第二期啊，啊，咱会无听过第一期啊，第一走去搭。其实第一期啊，就是即卖即叫做啥？东合个广场啦。哦。这是迄维基百科顶悬的资料哦，台中的第一期啊，啊，这是古早的图，啊，即马是这变作东协广场，啊，边啊这个桥啊，这个桥叫做银桥哦，萨库拉巴西，哦啊，所以讲银桥伫银桥的迄个所在的路叫做银桥通。啊！伫迄新盛桥的所在叫做新盛桥通。啊，过来，迄边啊遐叫做有一间彰化银行。欸，奇怪，啊，彰化银行的总社就是伫台中，啊，奇怪，啊，哪有可能？啊，明明你讲台中，啊，哪有可能总社伫遮？啊，彰化毋是伫彰化，啊，歹势。古早台中其实是彰化的，所以拄啊讲迄。迄考试的迄所在，歹势，迄嘛是彰化的县政府的。啊，后来再改做台中市政府的管的。啊，后壁这下骹遮是这即摆合作进口，就是台中就是的图书馆。哦，我予大家看卖。看图。哦，这就是即马合作金库，啊，古早遮是图书馆，吼、哦，图书馆，是啊。过来，这可能大家较知影，就是讲遮有台中的市艺术，就是台中市政府古早台中市政府的艺术，啊，边啊是台中酒厅，啊，台中市艺术台中酒厅这图。甲古早看起来，即马看起来，甲古早看起来就差不多，哦，亲像安尼，
哦，这是台中酒厅，台中酒较大，啊，台中酒下骹才有台中市哦。哦，所以这是台中市里所，哦，台中市里所。啊，过来边啊，这那边嘛是叫做台中病院嘛，唔过多早是台湾总督府的，啊，再过刷过来，这是迄台中师范，就是即卖台中师范学校嘛。啊，即卖佫改名，啊，过来这是，哦，这是台中高等女学校，就是即卖女中。啊，下骹这是这地方法院。啊，这新务所，迄天去考察的所在。啊，民治高等小学校，民治小学校就是即卖叫做，叫做大同国学校，即卖叫做大同国学校。啊，这，倒吼，大同国学，这图看起来甲。古早的时阵看的嘛是差不多，啊，这台中事务所吼，这为什么安尼设计呢？因为你犯人要来的时阵，你爱先审判，下底地方法院遐审判，啊判了以后就直接关去监狱，安尼上紧，安尼上紧。哦，啊，这是古早因伫遐练习的所在啦。哦，啊，这个道边遮的表示讲，这迄时阵的公学校的，嘿，有几间安尼，啊，几当时称甚对不对？过来，这是这台中酒手，啊，毋过古早叫做台中专卖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是这文化的，这叫做文化园区。哦，这文化园区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古早伫卖酒的所在。诶，这卖酒你袂使乱卖，一定爱政府才会使卖，伊是专卖，所以叫做专卖。啊，对面遐有这台中家政，吼、哦，台中家政。啊，刷来是这。古早遮是，这条是迄台中线的铁路。哦，古早日本时代的时阵吼，迄铁路真侪条，甚至讲到武峰啊、大理遐拢有。啊，过来这是帝国糖厂，吼、哦。啊，古早当然毋是叫做古早的公司啦，就叫做回社啦，回社。帝国糖厂，啊，即马去就是变作安尼，啊，这就是讲伫仙山遐糖的所在，所以讲遮就有一条往武峰的这五较细条的铁机仔路会使去武峰，啊，直接送过。啊，过来我这感觉真好耍，真趣味啦。古早一直讲大河川，但是我去找就无迄条川。迄条川到底走去倒？啊，结果毋是川，伊的意思是村的意思哦。变作讲哦，原来这对公益路、应川路、啊向生路、啊甲明光路这个围起来的所在，这就是大河川啊，大河川。哦，看一下，啊这。所以讲遐，你即卖会使找到即间可能真出名。即卖找有即间，这就是古早的古早厝啊，吼。啊，咱会使看卖啊，这大河川的介绍解。哦，大河川，吼、哦，这所以讲古早就甲扣道同款，有本丁通啊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安尼。啊，这是台中新城的迄古早迄土地的部分，哦，啊，这
伊有去迄升级，就是讲迄迄伊有列级，啊列级迄顶悬，啊到尾啊变做国币小社吼，国小社啊，这有申请书，哦这有申请书，哦这伊有拢爱申请安尼，我本来是管社安尼。啊，这是伊个迄范围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迄 OSM 要安怎传起哩？就是用这，Mapillary 这套软体，啊，个我咱迄时阵就是哪行哪行，安尼哪行哪行，啊哇，头前行，啊后边嘛行，啊倒边嘛行，啊遮边嘛行。就是用这個，啊，伊就会接去迄 OpenStreetMap 顶管。啊，咱迄时阵相片就是放伫遮。哦，迄时阵去翕的时阵，哦，所以讲这是甲各位小解一下。啊，刷来是这個。哦，这个好，开始。我。开一个这個，第一步吼，就是遮有一个设定点起来，啊，设定起来以后，遮有一个这加速度的功能，哎，对，这，啊，刷来加这個，这起个加这视觉化编辑的这個。编辑器吼，一直都甲伊拍开，啊拍开以后，你着甲伊饲这個，哦，你着甲伊一定爱存起来哦，哦存了以后，哦咱会使去拄啊迄个页面，这個、像咱即张考试卡布吼，啊咱着甲这编辑饲咧，好饲咧，应该各位有发现吼，啊遮敢若有。2019年，啊，2020啊，无，啊，着好好遮，会使，哦，饲，后壁佫加一粒，安尼一粒，安尼，啊，你着会使拍。哦，那着那我着共款简单啊，啊，咱着甲这，毋过这点落着无效，啊，所以讲咱爱甲这。这网住这甲伊打起哩，哦，这甲打起哩，好，我着甲这打起哩，打起哩安那打，这有一个这嘛 ，link 好，啊，这有内底会使直接吹，啊，若是外口的网站，就是讲爱打伫遮，哦，打伫遮完成，啊刷写进那里的日期。应该爱写一甲二啊，2020年哦，安尼啊，改起即个啊，遮你会使做一个说明，你讲改三呢？可能安尼较好看啊，按起这個，伊着存起哩啊，哦，伊着改过啊，啊，这個、点落伊着会走去即改。迄研讨会的网站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好，拄啊遐济资料，着，迄资料拢找有诶哦，但是讲无人甲伊做一个结构化，所以讲咱安怎做较好呢？若是做诶时阵，着变做讲方便你去查询，啊，会使快速地连甲别个维基诶专案，啊，搁有讲会使是。会使伫一个体，会使省空间呐、啊，省空间，因为伊就是有共用的迄性的迄属性吼、哦。啊，咱就去遮，Wikidata， 好开好啊。哦，啊，咱伊这個，我查一解，互各位看啦。
这就是 Wikidata Query Service 吼、哦。啊，即个伫创啥用诶？咱就会使用即个工具来去找讲，想讲我要找台湾有几个神社吼，古早诶神社啦，咱就对遮拍，Query Service。哦，会使对遮看啊！啊，即个说明，即会使传起落。啊，遮有比较多，啊，你着拍安尼。啊，遮新鞋，你要查啥拢会使啊！啊，你着拍落。若是有诶，伊着查找有啊，就是有人做过，伊着找有啊。啊，台湾爱拍啥？当然。毋是拍台湾，伫顶悬就是中华民国，所以中华民国。哦，啊，试落。哦，歹势，这无改过，国家选毋对啦。啊，遮会使看讲我要看几个，我干那上侪看到1000个，好。啊，这试落伊就开始走啊，走了伊就会甲你讲哦，有遮。啊，遮你想讲我对这较有，我对可能我对其中一个较有兴趣，我就甲伊啊台中新社，我就点落。啊点落以后，伊就走去迄个。哦，这台中新社的，啊，古早第一代就是这种图，啊，那个土地就是这個，啊，第二代的图是伫遮，哦，伊甲迄即马日本靖国神社的迄种土地真像，啊，这是讲，这也是，哦，歹势，好，啊，这也是讲吼，会使去改这内底的这定式。就是讲遮会使改吼，我想要看我这问号安尼无好看，我要改做 item 好，我就改改了，某某某嘛吼，啊加 label 安尼就好，就是讲头前写item 好啊，啊后壁问号 item 啊搁加 label， 安尼伊就会改较好看，就变做讲，拄啊去。企业走去倒，哦，遮啦，好，啊，遮你就会使改，原底遮找出来是安尼，无好看，啊，我想讲要改好，安尼就是 item， 啊，遮就爱对咧改。啊，遮着对咧改，即两个，即遮吼，即个即遮嘛爱改。改过的时阵，伊就是会使去找出。哦对，安尼，伊就加上 item， 这就是标签啦吼，咱就会改过，就是伊的 key 甲，其实就是伊的 key 甲 value 的意思啦。啊，若是讲对这地方，这拄啊是头部分，就是讲地方学的这部分，啊第二部分是小概讲安怎用这工具甲伊，这就是讲。这个话的迄个好处啦，啊，若是讲有要较详细的，啊，会使加入咱的这分数专业，啊，会使扫这個，啊，是讲我 PowerPoint 都内底嘛有肯，啊，感谢大家来听即届的本节的演讲，好。
感谢庭宏的介绍。有人有问题无？有人有要讨论的无？好，拍拍啊，感谢。